我是米娅，大米的米。我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会呀呀呀，非常开心。今天会吃到什么好吃的呢？走呀！耳机简直是现代社恐的最佳道具，耳机一戴谁都不爱。哇，好潮的妹子，她听的应该是时髦的歌曲吧。这个人我猜应该听的是嘻哈音乐。哎，你好啊，资料都在这边了。谢谢。辛苦你们了。啊，没事。那之后就靠你们公司发挥了。嗯，我要不要请他一起吃个饭呢？那你谁开口呢？我开口。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啊？我约了人了。没事。那你先忙，我们会好好完成工作的。你放心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这边。这才是社恐吧，好尴尬呀！等他走远了，我再出去吧。这歌怎么又冒出来了？这里好像有家餐厅哎。上帝果然就是来拯救我这种被拒绝的尴尬。我要不在里面躲一躲，吃点东西，等他确定走了，我再出来，避免尴尬呢。这个日本居酒屋的风格还挺混搭的。这边是啥？可以躺着的地方？那边有个吧台，好适合一个人吃饭。我就坐那儿吧。欢迎光临。有朋友在吗？喂，这边。哦，谢谢。来，菜单。的确有些融合菜系，先点个嗨棒压压惊吧。这个樱，应该是樱花味的吧？来一个这个樱吧。可以。然后。再来个毛豆配酒，好搭配，谢谢。来，你再看一下。好。来，你的樱嗨棒。谢谢。啊，好喝。咦，不是樱花味的，是西柚味的呀。西柚味的嗨棒为什么要叫樱啊？不过还挺好喝的。来，你的冲绳毛豆。谢谢。这毛豆
很特别吧？嗯，这个我们用冲绳的一些小辣椒泡过的，这个夏天起来爽爽辣辣，很好吃。怪不得，有点海滩冲。嗯，但我什么都吃。好棒。嗯，这毛豆还挺讲究的嘛。毛豆呀毛豆，你们也算是沾了点进口海滩风啦。冲绳，羡慕你们，我也好想去旅游呀。来，冲绳的毛豆再加上北海道的啤酒，从南玩到北。哦，很配。好的，慢慢来。再点点吧。来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哎，老板你好。一个人吗？啊，还有人没来。OK，啊，谢谢。再看一下菜。吃了毛豆有点开胃了，来一点和日本不一样的东西吧。韩国风味的牛肠锅。老板，他不是说和别人约好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还一个人？这个地方也不好找啊。Hello，要什么？牛肠锅和牛小排。哎，老板。嘿。Hey。我要一份牛肠锅。牛肠锅啊？对。好的。他好像也点了牛肠锅，和我的喜好很一致啊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洗手间在哪里啊？哎，在那里。哦，在那边是。对。哦，妈呀，他心里怎么跟我想的是同一首歌啊？完蛋了，这歌又回来了。忘掉。Hello， 这是你点的牛小排。啊，哎，这是这个摆盘用的小猫，真的又可爱又萌。我们用的都是美国的牛肉，你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帮你烤。好的。Hello， 你点的牛肠锅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是刚才点的牛肠锅。闻着就好香，不过牛肠会不会嚼不烂啊？尝一口。很软啊，但又不是很烂，有嚼劲儿，但又不会太硬，应该是先煮过的。牛肠里带着一点点的油脂，一口下去满满的油脂香气。哇，好吃。真是下饭，韩国辣酱的味道占了上风，爽。的牛肠锅配上冰镇的嗨棒，真是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啊。好吃。老板，快来老板。先试一下这个吧。我没点啊。
要钱吗？不用钱，吃完之后给我点回馈。还有免费送，好呀好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海鲜串串，里边有四种鱼，串起来一起吃，还有紫苏叶，特别夏天的味道。嗯，真的很夏天，好清新啊，特别是免费的就更好吃了。来，这也免费啊？这个也不要钱，你给我试一下。这个是珍珠龙蚝，也是夏天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菜，试一下。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！今天来这里真是来对了。哇，这个生蚝看起来好高级，上面一颗一颗的是鲑鱼子吧？那我不客气啦。哇，一口爆汁，大海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这家店的菜我真的是爱了，我得把店名记下来。老板也太豪气了，会不会还有免费的菜呀？来，一键三连，再试一下这个用金酒话梅配的河虾，这个特别特别夏天，配个海鲍卤就是完美的一个搭配。老板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他原来知道我的存在，我刚才有没有吃得很丑啊？这个酒醉的味道好迷人啊，还很入味，虾肉紧致 Q 弹。还让我再优雅的吃一个虾吧，我可是个精致的剥虾女孩呢。刚才的米饭还要啊？要，还吃得下？吃得下。哇，我的牛小排在炭火上翻滚，这滋啦滋啦的声音真是勾人食欲呀。光看着就有点等不及了。这个肉好鲜嫩，吃起来肥瘦正好。还有肉汁溢出，又香又清爽，一点都不油腻。烤肉和米饭也是完美的搭配啊。他这是朝我打招呼吗？怎么感觉更尴尬了？他吃的好像和我一样。一个大男人怎么也点粉色海棒？会不会？难怪会说有人约了。这么粗糙的肯定是直男了。嗯，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呢？大大方方跟客户打招呼也是应该的呀。
看他这样，如果我不主动点，他一辈子也不会主动跟我说话的。要不要再加杯饮料啊？好的呀，谢谢。就这么办，大大方方的走过去，大大方方的问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客户，就是朋友嘛。来，再来一杯。宝贝，我来晚了。没关系。我点了你最喜欢吃的牛肠火锅。哎呦妈呀，这什么情况？要吃这个啊？对，来。干一个。应该没发现我是想去敬他吧，真的当场社死了，真是尴尬妈给尴尬开门，尴尬到家了。应该没有发现吧，要不我还是溜吧。哪里来的音乐？这里怎么还有个地下室啊？下去看看。这里的氛围还比较轻松，适合我冷静一下。你们也来这儿喝酒啊？对呀、这里我们很熟，经常来这边玩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样合适吗？不合适，不过是大周末，没关系啦。走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好满足啊，又是被美食治愈的一天呐。去吃饭了。